台湾查甫人目睭若是青光眼，就是白内障，啊，无就白盲啊。啊，你看，最好的会性。你看，你看，没有嫁，没有嫁出去，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三八个性。哎呦，找到原因。择偶条件，好吧，身材好，不要肚子。哦，没有喜欢肚子，对对对，我喜欢男生有肚子，有距离感。但第五个就比较有点怎样是你顺眼，啊，有点空泛。顺眼哦，就是不讨厌呐。哦，那怎样的长相算讨厌？怎样的？有没有比较具体的？比较具体，像白云那样啊。哦，好幸福，有逃过一劫了，这也是一种好事。文婉是好朋友啊，有你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好的？哦，我们好到不得了，好到可以同穿一件内裤的，一起洗。哎呦，那会感染呢。喂，干嘛？哪有这样？健康，都没病啦。他们一直没结婚，这是干嘛呢？我觉得呢，是台湾的大波浪把酒拢吹没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台湾大波浪把酒那是吹光，俺都是白来穷，俺不能白忙啊。啊，你看，最好的会性。你看，没有嫁出去，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三八个性。哎呦，找到原因了。杨鹤群是对杨哥，杨哥。他的好朋友，他找一个白云，对呀，离婚，而且离得那么难看，对呀，怎么找这种参谋呢？因为我的好朋友都没有时间来啊，这个制作单位硬凑来的，硬凑来吗？离就算还离到相告啊，对呀，啊，而且我就是我们的借镜，还告书啊，对，不是啊，所以我要很小心啊，瘦子瘦，所以我告诉你啊，很多人说要减肥，真的瘦下来好吗？不好啊，三咖呢？那你找一个离过婚的来，对呀，不是，所以说我们在挑另外一半的话，我们会更慎选。那我觉得这个我今天找来这个呢，真的是太优了，我个人没有那个资格去把人家，我觉得好的一定介绍给没有，我已经觉得我今天来有点格格不入，因为这节主题应该是说来找第二春的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都是还没有结过梁下群，对啊，所以说你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结过婚？这两个绝对就是因为看了你们的例子啦，例子啊，不要不敢结婚。他们的例子，我跟你讲，有时候越害怕，你就是越要面临到。哦，对，婚姻是需要经营的，是，对不对？吵吵闹闹的杨秀慧都快变成老姑娘啦，她能找到白马王子吗？我看一下秀慧姐的择偶条件呢，择偶条件，好吧？年龄不拘，年龄不拘 ，Coca OK。二，什么 Coca？ 哪里有 Coca？ 又不是狗。对嘛，年龄不拘。二，身高比我高啊，不难，165就可以了。可以。第三，比我有钱。哦。第四，身材好，不要肚子。哦，没有喜欢肚子。对对对。我喜欢男生有肚子，有距离感。但第五个就比较有点怎样是你顺眼，啊，有点空泛，顺眼哦，就是不讨厌呐。哦，那怎样的长相算讨厌？怎样的？有没有比较具体的？比较具体，像白云那样啊。哦，好幸福，有逃过一劫了，这也是一种好事啊。好，那么我想今天他们有两位，一位是好朋友介绍的，一位是姻缘专家推荐。好哎，你现在一个礼拜几次？我觉得这个要看感觉了，那就要看你。我问你运动几次了，赶什么局啊？那就看工作时间下次有什么时间再去。哇，一百了！见面问人家，而且他一说看感觉的时候，飘蹦紧绷，白云。都是介绍失败啊，不是？对啊，你介绍是什么？你不喜欢学场没有关系。老实讲，其实演员呢，他也是因为呢，在舞台上他必须要没有，这都不是我考量的地方。那你考量什么？因为我跟他，你是考量我介绍的，你就不开心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才讲了，没关系啊，没有错。你看我，你看我，卖产品，对不对？卖产品，卖产品，怎么样？阿伯，你讲啊，你讲，为什么？是怎么样？可能有一些事情，如果你都堆着，然后到晚上我回来处理的话，刚才在演员在回答的当中呢，是邱老师就已经有讲一句话了，怎么什么话？他的话有点太多了。哦，对不对？女人最忌讳的就是话多，白衣官真的话噼里啪啦，你回跟他聊啊猛的，对啦，查某人啊高位的摆架啊，灌起来好不好？查某人啊，查某人啊高位的摆心呐，所以我们广州人出奇吹的。哥，原来你，我是唯一例外，我心比他大了。